因緣天注定啊嘛，點輪到我哋決定嘅咧？咁頭先你話你好想提名最佳男主角啊？係。咁如果心願達成，會唔會宣布結婚啊？提名要喎、啊。如果其實都唔會喺。都點講咧，都係隨緣啦。我覺得未必話係一定要啊，攞到啲乜嘢或者達到啲乜嘢啦。我覺得結婚同埋愛情呢啲嘢都係緣分嘅。好。咁屋定咧係咪下一年都係放緊嗰個女主角？希望有機會，即係呢一年2014年俾心機工作，俾心機做好自己嘅角色。希望下年真係有機會真真正正提名啊女主角。